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。本拉德，大家好久没见了吧？很多粉丝在说怎么没看见那几个小孩子。今天的话，因为前天去散步，还有挖的阿德挖的铁路边那些人，今天我们专门去拍个视频。他们说想吃鱼，刚刚给 C 哥家打电话，他跑摩的比较远了，等一下我就艾什么来接我们，然后跑到网拿着，带着笨跟。阿达的一起去捕鱼，这次就我自己动手抓个几斤罗非，让他们高兴一下，改善一下啊！等一下，艾斯玛来了，我们就出发。看，换了一身短裤，今天我要去撒网啊！刚刚来到这里，看一下，一大群小孩子就围上来了啊！我们还是找重点，这是收掉的几个小孩子啊，阿达的应该在家里面。我们先去拿网，喂狗飞行，养了一条这个小狗，他们也是瘦骨嶙峋的啊，跟工厂里面那个差不多。这个就是小 S 嘛，还有一点怕我啊，哈哈。这是 Bros 阿德瓦的，阿德瓦的应该是哦 ，S 嘛是阿德瓦的那个姐夫啊，应该是，哈哈，网拿到了啊。今天周末，不过也好久没来了，看看这些小孩子，呵呵，没啥帮忙的啊，去买棒棒糖吧。绿色的，被狗吓着了啊！这老板娘这里 ，sweet， small。Over， you all give them。This one。You check。哎呀。反正也不多，这些小孩子高兴一下吧。也好久没来了。把这两个盒子搞光了。他要五千 ，no balance。Balance give me 1000的，藏起来了啊！这个是小 C 姑家最小的那个女儿，这给她买的小面包，好像七个月了吧？上次回国前出生的啊。好了，跟他们也打完交道了啊，我们准备出发了，去捕鱼去。哎，是吗？来了，不过这么多小孩子肯定是拉不完的。这个拿了波吧，他老婆，就是他们几个几姐妹。维哥，拿路，飞起，超载了啊！谁家的儿子，然后艾斯玛老婆，还有那个是来兔的母亲，我就坐在后面，两个，坐不了 ，next time， 只能带这么多了啊。看，搞个捕鱼这么大个阵仗啊 ！Wait， 等拿鱼回来了啊！里面的路太烂了啊，我们下来走了。这个 S 嘛，我叫他在这等；另外一个摩托车他也在这等，看我们捕鱼，队伍庞大吧？看一下，这个就真的是回归大自然了啊！里面那里你看，还有一些小的那种乡村别墅啊。今天 C 姑家不在，就要靠我全程的来撒网捕鱼了啊！等一下，艾斯玛，你们串来踢球。等一下叫一下艾斯玛啊，看一下怎么样啊？我那时候专门上去。喂，很一般般啊，看一下地方有没有鱼，然后沉一下。今天争取上一条鲢鱼之类的啊，这里面是有的。你看那边端的是的。这里少一点。There is fish. Small one. 哈，开张有一条。看，还要帮忙拉网的，要不要挂住了就麻烦了啊！咦，还有一个石头。说实话啊，今天这个撒网还是撒的还可以啊，就是鱼还是比较小。再看这里怎么样啊？哎呦！看吧，撒的还是
有这么圆的啊，不知道这网多不多。可以。看还有帮忙的。咦。一下拉上来了，哎，大，哎，这网还可以啊。这种的是 big。这条、这条、这几条还可以，十来条吧。S 妈来尝试一下啊，教了他一下 ，OK。哈哈，比丢的稍微好一点点啊 ，Not slow。不过有鱼的话，估计还会上一点点的啊。嘿，看一下吧啊，好像还有两条过头合适一点的，你看，有一条两条。来看一下 S 网第二网，找个好位置啊！OK， 嗯，嘿，还是有一点点张开了啊。62条，还有一点垃圾，鱼还是有的，慢慢撒一点吧啊。之前这个水坑很大的，现在缩水了。艾斯马斯说他还继续来，我说我来，他不干。OK， 嗯，还是有一点点面积，不过后面的没散开啊。这里面也有鲶鱼的，之前也下网抓到过的啊。看，也有两三条大一点的，3-4条。哎，鱼资源其实这里还不错的吧？出意外了啊！刮到下面的树枝了。艾斯玛搞了这个竹梯，把它放下去。等下找一个人下去，把那个清理一下。哎呀！阿德瓦德他说可以游泳，但是他下水。我要确实很好啊！不过拉鲁啊，艾斯玛都是一家人。不然就叫那些准备脱衣服了。阿德瓦德那边，阿德瓦德从那边游过来的，这不鼓励小孩子下水啊。哎，刚刚应该也差不多快松了，用这个梯子敲了几下，因为他们家人都在嘛，又知道他会游泳嘛。还有两条鱼在这里没有跑的。拉鲁又是游看。哪人啊，他说他也个人适合游泳的啊。 OK good hard， 艾斯玛非得在这个小水坑里面撒一网，他说这里面有鱼。我说这个坑都是新坑，哪里有鱼嘛，就是 NPT， 但刚挖的坑怎么会有鱼呢？现在转移阵地，这边的水坑也过来看一下。哈，没有，今天这个阵仗比较大啊，现在应该有2公斤左右了吧啊，再撒一会儿。坑的话，这里面很多的，你看前面也有，之前还在里面网住过那种2斤重的罗非的啊，但是那种很少。还是我去吧啊，现在是休息时候，都搞出一身汗了。This one is good 啊。他们说这么小的都可以，又是 cooking all your friend， 油炸啊，他们太小了。甲固 ，OK， today we get too many fish， 甲固，看一下啊，现在还是有这么多了啊，再搞一会儿，搞个3-5公斤都没问题的，还有好多坑没有撒的。嗯 ，this one big， this one is mother。看一下笨，小小年纪啊，还是身体素质不错的嘛，在这里搞着玩。艾斯玛捕鱼上瘾了，叫他给我撒，不干，他说我要多撒两网，反正。撒的不怎么开，但是还是有鱼，多多少少的啊。现在还早，还不到5点，还可以搞个1个多小时。看一下艾斯玛有没有长进。哎，不错吧？
张手就来。This one good， 哈哈哈哈，这样撒的不错哦，看有没有鱼了。其实当地的这个鱼的话，像这种啊，市场上面有炸好的这么一条 ，1000 500的 ，1500先令，差不多是两三块钱一条啊，像这种的。所以说对于鱼来说的话，他们去买也比较贵的，就这种的 1500， 1500。比较贵的啊，像这样大的能卖个两三块钱，不过是炸好的那种啊。现在不但是艾斯玛上瘾了，这几个小孩子也想来尝试一下。我叫他们每个人来撒两下，看一下情况吧啊。估计还是没力量，应该撒不开的啊。Yes， 拉鲁，又出来。这两个敢不敢去撒了？还敢出来？我们把仪式搞隆重一点啊，让阿德瓦德尝试一下。OK， 让他试一下啊！哈哈哈 ，no good 啊！这个还是要练习练习才行，要多上手几下。这个毕竟第一次实践啊。艾斯玛那个朋友摩托车司机要来练习一下。你看嘛啊，正经生意摩托车不去跑，跑来看我们捕鱼。其实刚刚跟他们聊天，他们摸的像这些小地方，之前说的两三万可能还挣不到，每天就挣个饭钱，有一点点结余，18000块钱、20000块钱是常态。所以说每次 C 姑家鱼货啊，或者是我给他的误工费啊，都是算很多的，在他们眼里都说。这个家找了个好老板，因为经常跟他一起嘛，那天经常看到我跟他一起去捕鱼的，来看他，看了这么久，能不能撒得开？啊，没拿到，哈哈 ，no good 啊！现在给本拉德做准备，不过人小。手也小，力量也小，肯定没那么容易撒开的啊。看一下他的情况了啊，重新给他整理了一下啊，让他去撒一下看一下。OK， 又出来啊，方向搞反了，哈哈哈，这个完全都没开。看一下当的表现啊。一样的啊，都没开，反正这个要多练习，有机会下次带他们来了啊。老鲁 ，you start， 哈哈，他要换个地方去练习，今天让他们都上阵一下啊，玩一下，高兴一下。当的话还搞了一条，半大的还可以啊，拿着娃娃上阵。现在我们的女将拉鲁波娃上场了啊，看看她的表现怎样。OK， you start。拉鲁过了，拉鲁，拉鲁，嘿，哈哈哈，good 吗 ？no good 啊 ？no good，no good 啊？哈哈，你看一看，今天他们是玩出性子来了啊，不过还好，我可以多休息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把那个绳子拉住了。有的不拉紧，把后面拉住了，就完全没撒开了。看一下当地人，哈，就坐在这个田坎边，应该说是哦，玩的比较放松的啊，心情。再让他们练习一下，我们。再撒几网，准备收工了啊！这两个小家伙在那里换水，看一下啊，两三公斤应该有了啊。凑合着了嘛，就是分一点。嘿嘿 ，Only one，big one，here is big。让我来撒几网吧。好了，我休息好了，又来撒几网，撒点鱼啊。看一下这个水塘怎么样。
You see, if you play good, you big. This one also not good. Hey, so what you to limba? Ah, big fish. 没有惊喜啊，今天。 这条应该算是今天最大的一条了。哎呦！他们说这个是我的，就算了，今天啊，主要是给他们搞一点。终于回来了啊，也累了啊，等下就等着分鱼了。 现在还早，只是刚刚有点乌云，像下雨的样子，6点多，还一个小时天才黑。你好，来对，这是他外婆刚刚在外面砍柴回来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看，好像是被什么搞了这个什么东西，来分鱼了。这么多，看他们自己怎么分配了，反正有几个大人在一起的嘛。 今天晚上可以加下餐，他们就是油炸，不是那种烧汤的啊。鱼货就不看了，刚刚不是给大家看了的吗？至少有个6-7斤、7-8斤，估计有的啊。看一下啊。哈哈，阿德阿德了，把盆子来了。嗯。No, you just share you. 我就不带回去了。 反正想吃的时候再去抓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水果家刚好在家啊。今天我们就不下网了。看一下这些小孩子带小孩子的，这你就不得了了。除了他们跟上去的这些小朋友，给他说愿意的给个1-2条、2-3条吧，反正皆大欢喜一下。他们这几个今天也算是玩高兴了，都去试了一下手。 看一下，这些小孩子都想要的。OK OK， I tell her， 他们这些看吧，虽然是小的，之前我也介绍过的啊，像那种大一点的也要1-2千一条嘞，哈哈，全石头看不到了，挪开一点。这些小家伙，反正他们自己去分配了，我也分配不均了。 水果家把他们来分到拿出来分了，不过这种鱼对水果家来说就是小鱼，我们经常去搞大的啊。这是他们的晚餐，这是 for supper， 哦，还是烧水，搞的这种小灶台。这个样子看起来是要下雨了，我要赶紧回去了啊。刚刚真的下大雨了啊，趁着雨小的时候才回来。 快也打湿了啊！今天的话，他们是玩高兴的，体验了一下撒网捕鱼的乐趣，顺便也对他们生活小改善了一下啊。很多粉丝也说多拍一下像这种接地气啊，有人间烟火的这种视频啊，反正以后多去拍一拍接地气一点的吧。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喜欢的点击关注，拜拜。